哇哦，今天是兔兔陪我们来吃双麒麟哦。嗨嗨苏打小浓牛奶综合双麒麟，全家超商跟 S Park 联名的蓝白双色，全是海浪元素哦，就是夏天的印象。兔兔拿了一个弹珠哦，因为他们强调这个嗨嗨苏打是弹珠汽水风味啦。好大吃哦，弹珠汽水风味，添加台湾柠檬原汁，微酸微甜。小浓牛奶双麒麟是严选台湾在地小浓牛奶，单一牧场乳源，100%生乳。嗯，好夏天哦。综合比较好吃哦，因为小浓牛奶是比较滑顺浓郁的，然后再加一点微酸甜的苏打双麒麟，哎，真的比较好吃哎！哇，超重的啦，好大吃！嗯，为什么它会好吃？对，我就觉得它真的变好吃。它不是单珠汽水加牛奶，就是好吃哎，好奇怪。嗯，单一口味吧，没那么好吃。夏天清爽的口味，消暑。花心饼干杯 ，S Park 的那个联名的纸杯跟纸套都没有了。